回娘娘，七巧带到。来，奴婢七巧参见贵妃娘娘。抬起头来。林思正，你的侄女儿长得很机灵啊。谢贵妃娘娘赞赏，希望假以时日，七巧能为贵妃办事。只要她乖巧，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。谢贵妃娘娘抬举，日后七巧定当忠心耿耿地伺候贵妃娘娘。你们退下吧。谢贵妃。是贵妃娘娘。今天啊，我已帮你引荐了万贵妃，日后如何就看你的造化。谢谢姑姑，找机会我一定让万贵妃知道我的好处。你呀、啊，最好别弄巧成拙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就好。走，你呀、啊，可要把握好机会了。嗯。就带小姐进宫了。一切都给你安排好的，你进宫以后只要尽心的伺候皇上便可。你就是少卿姿，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看仔细点儿。长得果然标致，你就安心在宫中住下来吧。哀家已经吩咐乐公爵派出乐师陪你好好练习，待哀家寿辰之日，你便可一展所长。谢太后厚爱，卿姿必定竭尽所能为太后贺寿。嗯，一旦入宫门，日后就再难逃了。你要慎重考虑啊！你的好心。
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，或许会能解决的。时局失衡，要快做决定。袁公子的好意，庆姿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下去领赏。是，谢娘娘。汪直向娘娘请安。汪长公心目中还有本宫。娘娘对汪直的提拔之恩，汪直没齿难忘。哼，没齿难忘，所以就怂恿皇上册立王皇后吧。那本宫岂不是还要感激你？刚才贵妃娘娘不是召来皇后宫中的婢女打听情况吗？其实王皇后自从称病后已经潜心向佛，每日都在宫中，不是抄经就是念佛，所以我觉得对娘娘一点都没有威胁。那是皇后有慧根，不是你汪直的功劳。当然当然，汪直不敢居功，汪直只想提醒娘娘，王皇后其实对你毫无威胁，但是在后宫之内，是敌是友实在难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奴才知道，最近娘娘正为了前太后寿宴一事在张罗。但是娘娘可知道，前太后已经暗中找来一个美人进宫，准备献给皇上。真有此事？此人名叫邵清姿，他是由前太后的舅舅潘宏带进来的。美其名曰为太后寿宴献舞，但其实已入淑女名册，入住饮霞殿。如果娘娘没有别的吩咐，汪直还有事要办，先行告辞。
刚刚张司职派人送来几块衣料，让您从中挑选，好做新衣为钱太后祝寿。是啊，或许娘娘睡着了，我们也乐得歇一会儿。那好吧，那待会儿等娘娘召唤，我们再进去。恭喜皇上，娘娘这一脉是喜脉。喜脉？那就是贵妃有身孕了是吗？回皇上，正是。张太医，但本宫刚才摔跤了，仍然觉得腹中不适，会不会影响胎儿啊？娘娘那一跤并无大碍，突感腹中不适是因为娘娘动怒而致。哦，待下官开几副宁身养胎的药，娘娘便可身心健康，母子平安。那就好了，张太医，快去命人煎药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哎呀，你现在要身孕，日后更要多加小心。刚才幸好是有惊无险呢。臣妾知道。你说你们这帮奴才，啊，怎么办事的？若有任何不测，谁能担当？啊！来人，拖出去，每人30大板。皇太爷。皇上，臣妾怀上龙胎是大喜之事，您就饶了他们吧。还不谢贵妃开恩。谢不谢贵妃娘娘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，奴婢叫Qiqiao。Qiqiao。林思正的侄女。正是。以后你就留在本宫宫中做掌医。啊，谢贵妃娘娘。万贵妃怀孕了。回厂宫，刚由张太医诊断得知，现在皇上正在派人通知两宫太后呢。哦，真是太好了。万贵妃实在是福星高照。只要他诞下男孩，他在宫中的地位就无人可及了。你继续打听大小事情有何发现，马上向我汇报。是，长公。幸好今早把前太后献美女一事做了个顺水人情，日后万贵妃那边还是要多些走动。婉贞儿怀了龙胎。回太后，正是。恭喜太后，皇上后继有人。帮我回话，恭喜贵妃，恭喜皇上。是，太后。这个婉贞儿要真是得了龙子，要除掉她可就难喽。生下第一要紧，待她平安生下子女，再做打算也不迟。是，说的有道理。谁生的都是我大明血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万贞儿到底有没有这个福气，为我皇家生下龙子。
紧张，就像我们平常练习一样弹奏就好了。可是其他人都弹得那么好，你弹得也不差啊。放心吧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贵妃的掌衣当然身价百倍了。七巧，你是我们一同进宫的人之中最早出头的一个，那还用说？七巧，要是有机会也把我们带进万贵妃宫中行吗？是啊，你们以为万贵妃就那么好伺候的？多少人进去了都是被打得多赏得少。当然了，没有七巧这么聪明伶俐的，你们谁都别想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韩香跟那个春华谈过了没有？韩香他们还在那边等呢。上一堂书法写得最好，画画得最好的是同一个人，邵春华。大家以后都要向春华学习，好好写字，好好画画。姑姑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写的是什么，画的又是什么啊？只是普通习作，又不是试殿。你还敢跟我回嘴？你进宫之日我是怎么教你的？啊，后宫之内每一刻都要认真，每一刻都要上进，你不进去只能沦为人家的踏脚石。你知道吗，第一堂书画课之后，方尚仪和李尚宫已经对邵春华刮目相看。你就等着三五年之后站在他的背后当个无用的奴才吧。怎么，不服气吗？不服气就打起精神，事事做到最好，这样日后我提拔你也不至于被人家指指点点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还不给我滚出去？是。给我站住，一天没为我脸上争光，你就一天不要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。我的职位一定要是最好的那一个。是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万贵妃奖赏给我的，漂亮吗？哎，哇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谁要是让邵春华不能上台演奏，我就把这个送给他。百寒香上前演奏。该你了。皇叔的家人已经在福建落脚，暂时并无异动。那就好，
你继续派人暗中监视他。是，奴才会照办。另外，京城中有人流传说景山上的人是冤死的，奴才已经把一干人等带回西厂查办了。做得好，这件事你全权负责。方志，你记住，任何对朕不利、对大明江山不利的人，都要严加惩罚。奴才知道。为何不听传来奏乐之声？啊，回皇上，今天是乐工局招考新人的考试。哦。表演什么？李相公，各位女官，可否借你们的茶杯一用？要用的话，可以拿去。谢李相公。这首曲子好像在哪儿听过，朕可是从来都没听过。王直，哎，这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声音？王直也不知道。来人，去给朕看看。是。
才弄坏了你的琵琶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刚才是有人故意推倒韩香的，虽然没有看清楚是谁，但猜啊，就猜出是谁了。算了吧，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你说的也对，那给你，真的给我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轻巧不会骗人的。谢谢，真的很漂亮。算你走得快，我没想过去碰她一下的。不用羡慕她，下次贵妃娘娘送给我好东西，找机会我一定转送给你们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说情，那表示你应该被录取了。方圣医来了，方圣医来了。月宫局录取名单在这儿，榜上有名的宫女，一会儿到月宫局报到。换一局了，可是你没有乐器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月宫局的人？这个我早就知道了，一会儿我陪你去报道。春华，你放心，下一次我一样可以考上的，到时候你就是那里的老大姐，你可要照顾我。走吧。小心说话，别有失身份。属下也只是一时有感而发。宫中不是一个抒发感受的地方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属下明白。钱太后的寿辰之事准备得怎么样了？万贵妃本来是牵头人，可不知何故突然不再插手，现在又有了身孕，就更加没空理会。这样我们反而更容易处理。那就好。钱太后对我们虽然没什么要求，但我们也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别惹什么闲话。属下知道。张太医啊，皇上，贵妃最近喜怒无常，脾气暴躁，这是否会影响到她母子安康呢？女人怀孕产子本身就是很艰难痛苦之事，如今贵妃害喜严重，也只能尽可能让她轻松愉快些。那怎可让她轻松愉快？朕与他宫中诸人已经想尽各种办法，可他就是经常动怒。臣已经开了许多凝神安胎的药给贵妃服用，或许让贵妃听一些温婉愉快的乐曲会有些帮助。温婉愉快的乐曲？嗯。张太医啊，你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二喜啊，哎，奴才在。你去趟月宫局，
在考试当天，有人不知用何种乐器敲击出一首非常动听的乐曲。你让方尚仪把此人招进来进宫献艺。奴才这就去。乐工局挑选新的乐工是希望增加乐工人数，希望有经验的旧人能够照顾新进来的宫女。新进来的虚心向前辈请教，大家无分彼此，好好练习，认真为皇上后妃献艺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你们最近的演奏将会是前太后的寿宴，大家练习六首喜悦，待我日后进行挑选。是。好了，你们去音寺院那边领取乐章吧。是。二姐公公。方尚仪。是皇上要听曲吗？我马上派人过去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太医建议贵妃多听一些乐曲，这样可以让她心平气和。啊，这就容易了。文乐师是宫中最好的古琴乐手，我让他过去吧。哎，方尚仪。啊。不是，皇上要的不是常见的乐工。那皇上要听的是谁？皇上说前几天你们乐工局考试的时候，有人用不知名的乐器敲击出一首小曲，皇上听了非常喜欢，所以要找出此人为贵妃献奏一曲。哦，那首小曲，这怎么有难处吗？啊，没有，他刚好不在。啊，我马上令人让他去贵妃宫中演奏。好，方尚仪，让他动作快一点。你知道现在贵妃可是惹不起的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先行回报，我带人随后就到。嗯。方尚仪，你想破格把春华纳入乐工局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皇上和贵妃的不快。也许这只是皇上一时兴起，听过这次之后就再也不传召他。我们何必为了他打破乐工局招考的传统？只传召一次也是皇上钦点之人，如果皇上知道他不是我们乐工局的，怪罪我们选材不力，沧海遗珠，你我如何担待？其实考试之日，春华乐器虽然受损，但是他的变通应对以及音律造诣我还是挺欣赏的。我也赞成把春华破格招收。有多少乐工穷一生之力也未曾得到皇上点名奏曲，单凭这一点也应该入选。七位都言之有理。林思政，你还要坚持己见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也只是说说我的见解罢了。既然大家都认为邵春华该进乐工局，那就让他名正言顺的到御前演奏吧。李上公，春华带到。李上公。春华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制房的送衣宫女，你是乐工局的乐师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是。谢李上公，谢方尚仪。别多说了，快点更衣，马上到贵妃宫中演奏。到贵妃宫中演奏。方尚仪参见皇上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奴婢春华参见皇上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皇上。你就是皇上口中提及能够奏出天籁之音的乐工？奴婢不敢，考核当日奴婢的琵琶意外坏掉，情急之下只好把娘亲小时候教我玩乐曲的东西拿出来演奏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那你快快演奏一曲让贵妃听听。奴婢遵旨。Thank you.
先送春华进月公爵的小茶杯来喝一杯。好，来干杯。谢谢大家。春华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不是有人从中作梗，你早就是月宫了。嗯，是啊，幸好你得到皇上的赏识，才不至于怀才不遇啊。我看啊，有人气死了。那天我在万贵妃宫中奏乐的时候碰到了七巧，她那张脸比御膳房的锅底还要黑。可惜我们没有看到。对，哎，你进了月宫局之后跟她距离不就越来越远了吗？她干嘛还要这样三番两次的害你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呢，你以后住进月宫局就很少有机会碰到她了，她就没有办法来找你麻烦，你就会过得好些了呀。希望如此。不过你们还是要经常过来这边看我们。是啊，要常回来。常回来，一定会的。哎，来来，再来喝一杯吧。嗯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。春华，就是这里了。哇，这里就是以后我住的地方。嗯，方尚仪知道我们是好朋友，特地把我们安排在同一个房间。太好了。我改变主意了。改变什么主意了？以后啊，不用你们过来看我们了，改成我过来看你们了，你们这儿舒服多了。随时欢迎。哎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别忘了我。能不叫你吗？你那个鼻子灵得跟什么一样，自己就可以找过来了。你是说我的鼻子嗅得到食物的味道？哎，可惜呀，可惜我对你那么好，原来在你心里我只是条狗。是啊，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狗。别打我，别干嘛吓我。别理他们了，我来收拾一下。好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道行不够，就少给我耍出那么多花样来。把邵春华推到御前表演这个机会，就是你干的好事。我只是想阻止他进月宫局，哪里想到会这样。以后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少做点儿。其实我也知道，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做到贵妃宫中的掌医已经是很不错了，以后啊你得多放点心思在贵妃身上，这对你有好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姑姑。真不让人省心。少给我惹麻烦，听见没有？